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下车子了。因为呢，最近呢，车子的电瓶快要没有电了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感觉才刚买了新车，马上就经过了3年9个月了。说真的呢，这个品质真的是不错。原厂配的电池呢是 AGM 70 A 的电池，因为呢有车子有停车熄火的功能，又是柴油引擎，所以呢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发动，所以才能够撑这么久的时间。不过呢，这一颗电池也不便宜呢，要价7500元。讲了这么多呢，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吧，现代最新车系里面最小的休旅车 Venue。看照片的时候呢，感觉还好呢，不过实车真的很好看，有 Mini Cooper 的感觉，双色的车顶会更好看，只是要加钱。车子里面呢，还是一贯的现代风格，塑胶感很重，但是我觉得现代的塑胶用得不错，很好清理，而且也蛮耐看的，而且时间久了也感觉不出有老化的感觉，非常的实用。萤幕也蛮大的，前后座呢，大小比我想象中还要大，坐起来不会感觉有压迫感。不过呢，车子后面看起来是真的很小，后面的车灯呢很特别，感觉有星星在里面的感觉，而且这种缝线的设计呢，看起来让车子看起来更可爱了。后车厢的空间呢，也比我想象中的大，至少登机箱还放得下，感觉可以放2个。对于小家庭来说呢，已经很够用了，在撞击测试上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。总结呢，是一台实用的小车，兼顾造型和美观。还有，我不是业配，只是刚好来保养车子，顺便拍一下而已。顺便分享一下汽车的知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见。